圣将军怎么在这儿？将军辛苦了。将军为车队亲自先行探路，消除隐患，忙了整整一个晚上。多谢将军援手。独孤将军客气了。秦王在不久前曾在福安宫遇到危险，陛下不放心，于是派本将暗中守护。如今敌人已经现行，本将也不必继续藏在暗处，和独孤将军一同守护秦王，如何？ 求之不得。圣将军一表人才，文武双全，又得陛下器重，前程似锦呐。哎，你成家了没啊？公益为例，不谈成家。先成家，后立业吧。圣将军，我有个侄女，才貌双全。<咳>怎么，你着凉了？是啊，探路的时候山洞太阴了。 夏马休息，注意警戒。富商宫真好看，可惜了，也就这样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二十多岁的老女人了，进了宫难免就是孤独终老的命。要是运气好，被皇上或者什么皇亲国戚看上，那做小妾，那就是好的了。不然的话，出来青春已逝，人老珠黄，哪个男人愿意要她？给我，我都不要。就你，想得美。滚！是，你们两个他是我的。是。 圣将军，有事啊？方丈把秦王请去厢房休息了，本将军就来检查一下房屋。请问富上公在看什么？大唐的景色真美。是啊，大唐的女子也很美。可大唐的将军嘛？怎么样？ 不怎么样。大唐的将军是英勇果敢的，威武雄壮的，就算偶尔失足，那也是最英勇的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